师傅啊，你这土脚板凳你又腰着呢？嘿，师傅啊，你家是老是冷是搞个啊？生活吃卖宝，再活吃老的呀。我做听到你抢了个当地工兵哦！你是个嫌我个声个做鸟声没有好些啊？啊！我在做你那赢过你无崩坏嘛？啊！我跟你讲，那师傅都抢过的时候，你弄我袂出事了。哎，师傅啊，我五百年做做大闹天津，你袂受表弟我想出事？欸来，我下坐。行，慢，师傅啊，我上家时间弄的，我冇变叫啊。你这个死的啊！你人家口子冇变弄，人家话做你对我红。师傅啊，我台天涯阿婆，咱来下卡出来逛街，你来一下。哎，莫哩，行。莫啊！做生意都大为使要来对应过哦，要交菜，做死嘛都最要交菜，师傅交强，师傅，等，师傅，我从自己店风干净，认真个地都是难得小事，难是来吃店个，唔是来检测卫生个，呀，哎，做死嘛，切，你是生活惨吧？我都想，
救命啊！这妞做你有点太难。别，我同你个这妞有理有据，硬扛耍机，你我不是有什么好呢？那我包括任何一个毛囊，也莫随便妄妄一个好囊。我讲啊，我台里是吃妖怪惊破那个咯。就是嘛。哎，师傅，来来来，吃个饭。哎好，师傅 ，OK， 师傅，你叫。师傅啊，呀，你个脚你盖好。好嘛，别拉开心，死掉。哎呦，准备上来看看都不放脚脚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鸡毛哥去看到，可能会买落边。在下，在下哎，在下哎。注意手脚。啊。我来买龙虾来，乌龙蛋，然后龙虾买个小食。在下。哎，小刀小刀，记得来，看他都忙忙的。嘿嘿，来。你估计等我好吗？不会改啊！我爱出家人，出家人就着低调。我能确保等我出个海来，哦，多谢。哎呀，我能出门就找我的阿秋啊，像男友了哈。啊，是嘛？这本是最爱心的男子汉，不是有偏家，多年低调想开，好回事啊！在我家在我，在我家说弟弟呀。来来来，这个嘛，请请请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叫吧。来来来，这个嘛，请请请。哎，好好好，嘿嘿嘿嘿，是吧？呀，嘿，是吧？呀，叫吧。哎，师傅，我来接过来哩。啊，多谢多谢啦，我今天无意。哈哈哈！师傅，我带个弟做你们想听。喂。我是青阳兄弟啊，我带个弟。师傅，我敢唱你，我上高能呢。师傅，哎呀，都打！阿弥陀佛，真是是黑脸，救救阿弥呢？哇，阿弥呢？没动摇，动摇还是？哇，在家乐个米啦，唐僧呢，吃了好味的呢，长生不老。哈哈哈哈哈！无呀，无呀，是，是诸位，世界上根本就无什么个好味的，那个要个长生不老的呢，更何况我已经有三代的佛寿了。哼，卖乖乖，乐个土地。隆重的话特别你很帅，姐多人变旧了的哟。啊，我命休呀。先生，大姐是爱你家己动手，还是我亲自改管？我乐，爱做你事，咩搞啊？爱做你事，好快点到啊！嗯。啊！向我你也送到浙江市，你也叫做浙江市，就是假老了家己死去啊！我你死狗临头，你莫搞来惊啥，莫变动了。啊！啊！你袂死？你想到我甲我师傅袂杀啊？你浙江市北听着，我遐狗有食得啊？就是。我也不要了。啊！来！哇！啊！啊！啊！
住了，爱耍就耍。我哈，唔识嘅。可怜我老婆。你老婆讲？我老婆转几日唔知讲，食着三组青鸭牛年糊，只煮奄奄一息，听人讲谈真的何为百病，我无就晓得。哦，是真声。我娘子一片好心，就饶你一命。是他，我老婆无多事情，我话了后咪意思。嗯，刚安了为我我师傅跟我师弟，我就想看我有我娘子。唉，你能多事呢？给点钟哦，露出菜我。我是最先哦。哎呀，嗯。只当我是直菜鸟娘子出那个五改特衣，专改别搭，直接刹车，直辞死了，啥个又听就好。谢谢。是的，你以后要多合作有一心心的事，多投入社会的公益活动，至少不要再陪着三母的客人是哪个啊？再谢。经过我的机智勇敢和聪明伶俐，九哥的优惠终于获得一日谈成的。